是从这些盒饭中跳出来的吗？不是吧，肯定不是吧。我能回答。而且我儿子说完那话，我就要这一个孩子了，我不要二胎三胎，谁弄我儿子我弄谁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任何的细节，任何的管理缺失，任何的缺位，不应当由我们家长来想办法处理，对不对？任何人应当走出来承担这份责任，任何人应当为这些孩子，为天津市这一批一零后的未来希望负责任，尤其是咱们作为天津市直属的学校，你们行政级别很高，党给了这么多经费，给了这么多辅助，做了什么事儿？不要轻易推脱。我知道这个这些配餐机构不是学校选择的，是教委拍下来的。河南的案子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校长的哭诉，对不对？但咱们的校领导在里边没有缺位的地方吗？这事情发生几年了？该企业2017年在模范小学出过事故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不解决恶，你们就是帮恶的人。你们每天陪孩子吃饭吗？从里边抽出盒饭来吃吗？不要跟我谈后边配的什么瑞启航这些有用吗？还把带着黄鼠狼的视频往外放，好意思吗？好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天津市直属学校领导该做出来的事情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就这一个孩子，我深受过国内国外两方面的教学经验，而且我毕业之后从事教育工作也多年了，体制内我待过，体制外我也干过。我儿子就撂这儿了，未来还有6年的时间，但凡我儿子有点小问题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我儿子上面也有哥哥有姐姐在咱们实验小学上，也有毕业的孩子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我这里代表是所有家长说的话，家长们都有顾虑，还在这儿不敢说，没事，我说我来当这个炮灰，我来当这个燎原大火的星星之士，我不怕，我不怕这些东西。我儿子未来每天我都会接走，我的公司就在附近，我每天都接走，我每天搭2小时我接我儿子吃饭没问题。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小朋友，他们的父母是双职工，他们接不出来孩子怎么办？不让带饭进来，什么道理？上海道能带，中心能带，实验小学不能带，特殊吗？食堂给谁盖的？食堂给谁盖的？选的第一个不行，第二个还不行，黄鼠狼的视频还让大家删掉，还敢给家长打电话施压，施的哪门子压？有错认错没关系，所有家长咱们允许学校犯错，允许要改错，掩盖错误才是最大的错误。党的教育怎么说的？当时怎么说的？非把我们逼成无产阶级吗？是觉得我们都有儿子有孩子有姑娘在这儿肆无忌惮了吗？不应该吧，不应该吧。双减工作我们很配合了，对不对？让几点放就几点放，让怎么着怎么着，对不对？中午说不行不行，我们很努力配合，我们相信咱们天津市作为4大直辖市之一，北方2大重镇，很多家是从外地来的，为了咱们天津这块金字招牌，天津市实验室这块金字招牌，花了重金买的学区房在这里接受教育，相信的是谁呀？相信的是天津几十年积累下来的。我说难听话，我作为一个上门女婿，我为什么来天津啊？我又是放弃北京来天津啊？也是相信天津市的。你们将这份相信彻底击碎了，彻底击碎了。我都不考虑咱们在座各位未来的房价怎么变动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出生率这么低，明年就要负增长的，不重视点吗？几位看起来年纪都比我长多了，叫声阿姨叫声叔叔我觉得也不为过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孩子会吃这些吗？会吃吗？但凡有一个小领导站出来说我儿子我孙子吃的就是这个饭，您牛逼，我服您，都我说吧。而且未来你先听着吧，而且未来不是来谈事儿的。对，没错。为什么不是来谈事儿的？这次事件出现在哪儿？政府的缺位，学校的缺位。为什么我们家长要想着？为什么这位大哥要算咱们的成本？为什么咱们的律师要找咱们的法律依据？为什么我们要想？该我们想吗？我们在各行各业都是精英，我们要为天津市的 GDP 做出我们的贡献。学校不是我们的阵地啊，各位，是您几位的阵地啊，是您几位应该做出表率的地方啊。
如果这个事儿由我来想，我来干校长好不好啊？我不来干，我干不了。我相信在座各位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，不会将来给我儿子在这个学校穿小鞋，不会给在座各位的孩子在这个学校将来穿小鞋，不会让我们的孩子未来再吃上任何一口猪食垃圾食品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还能来谈的基础。我不相信各位，我就不来谈了，我就翻天门了，对不对？我把孩子接走，国外我也能去，我就翻天，我到了看看这天上有几颗星星，没错吧？为什么？我就是一个独子，四代单传，我们季氏宗族就靠着一个儿子了，谁动我儿子我弄谁，就这么简单。配合好了咱们家校互动，配合不好不行。我呀，大学也干过，高中也待过，国外大学我也干过，身边的朋友在咱们天津市当校长的也有，当领导的也有。我敢说这话，我就不敢，我就敢亮在各位面前。我希望的是什么？我不管细节，我只要结果，这个结果跟我儿子一毛钱关系没有了。我不会再把我未来儿子的身体健康堵在你们的职业素养上，但我要为其他不敢来、不能来的家长，未来翰林公馆还有2000多户的家长，我要为他们争取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您在这可能要干到退休呢，至少，也许您还能高升，对吧？是在我还能高升，我要为他们争取一个好结果。您刚说我不是来谈事儿，没错，我就不是来谈事儿，事儿该我谈吗？事儿该出吗？这种事情该出吗？不该出，一点都不该出，没错吧？但凡有一个校领导在我面前告诉我，这事儿正常，这是咱们工作中应该有的问题，请家长都包涵，咱们采取了几项措施，咱们找了8个供应商，咱们选了2个，家长也去参观过了，哎呦不好意思，有黄鼠狼，正常啊，黄鼠狼绿色食品嘛，黄鼠狼嘛，是不是还逮耗子呢？应该说吗？不应该说，对不对？解决问题就好了。其他学校都出声明了，咱们学校连个声明都没有，把家委会叫去谈话，让家委会传达，干嘛？挑唆群众斗群众啊，玩文革呀？各位不应该吧？一份声明这么难出吗？需要市教委签字吗？需要哪位领导签字啊？我也想听听，我叫纪委，各位纪委监委咱们也举报一下呗，领导这么大面是不是？您说太多的漏洞了，我作为一个搞教育的我都觉得痛心啊，活活毁咱们您身后那么多徽奖牌徽章，毁这些玩意儿啊，这是咱们实验小学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东西，别毁在咱们这代人手里啊。我换到您位置，我能处理的比您好，也许您哼之以鼻我们看得出来。哎，怎么办呀？群情激愤，我能到您面前说，说明我还是理智的，对不对？我到现在没带一个脏字，对不对？我没动手打人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家长是不理智的，有很多爷爷奶奶姥姥爷是更不理智的，你把他们激起来的怒火，我看咱们怎么办，还想不想解决？柳州路就别通路了呗，武昌路就别走道了呗，没错吧？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是来帮学校的，没错吧？咱各位来，我别看我发飙啊，我是真想帮学校的，我想让我儿子更好。说那话，咱学校好了，我学区房多卖100万，咱大家开开心喝酒去，跟原道一样的，考试考好了，房价涨上去了，谁不开心？对不对？我真想帮咱学校，但凡有一些给我们家长帮学校的地方，我们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，为孩子的学校添把力加把柴，那点钱算事儿吗？不算事儿，是不是？您说对不对？我来了就是帮咱学校来的。说难听话，我儿子待得挺开心的，这学期挺开心的。别看说吃了，不爱吃，但是没影响他在整个学校的感受。我相信各位家长也是这种感觉的，说明什么？实验小学很多地方做得不错，这个事儿受瓜脸了，受市教委的瓜脸了。但是随后呢？从上周六开始，随后的工作可都是咱实验小学自己干的呀。各位，干的什么工作呀？群里传的看不到吗？非得要舆情发酵起来吗？对不对呀？上海道小学周六就出通知了，咱们周一出不来吗？先出一份，堵住悠悠众口。想办法落实问题呀，好容易请家长去参观了，连个视频都不会删吗？我的亲呐，连个视频都不会调一调吗？要不就别给家长看，
翻得出来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是不是？翻得出来干嘛呀？你们这做法让我都没法帮人。我想为咱美言几句，我都美言不了。我还说，我爱人也是家委会的，我想为他叫美言几句，我都找不着气口，是不是？我想给您捧哏，您到时候抛一包袱给我呀。昨儿我听说又开会了，上边 PPT 一展，大屏一打，咱就讲课了。讲课，各位，哎，谢谢，各位讲课呀，在座各位论学历谁不低呀？是不是？我硕士，估计在座还有博士吧？谁不低学历？讲课谁不会呀？没用，没用，还是老师会做人，真挺口渴的。所以我不想讨论细节，各位，真的，我一点讨论细节意思都没有，我只要结果。我在群里不断的发表这个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希望各位校领导随同我们每一天来的盒饭当中随机抽取任何一个，随任何一个班现场吃、录像、拍照，公众号也行，班群已经发布，连发一个月。我相信您舍得吃的饭，我们儿子、我们女儿肯定舍得吃，对吧？虽然咱们需要有陪餐制度，我相信落实不到位，没关系，咱不追究这个落实不到位，这不是咱的工作，这是更高级领导的工作。南京话，天津的事儿解决靠谁？靠北京。北京事儿解决靠谁？靠国外。我们不想靠这些力量，我只希望做到这一点。您每天在座三位领导，咱都有视频啊，抽任何一位都行。我知道您各位忙，哎，高血压、高血脂都有啊，抽任何一位陪着咱们孩子吃顿饭，对吧？了解咱们孩子的感情、幸福、口味，行不行？就一顿，天天一人抽一个老师，不费劲吧？各位，不费劲吧？您只要吃了，我要看着他从大车上拉下来，随机分到各个班，您随机抽出来，别搞小灶。这个时候再玩小动作，您就真的要把这把火点燃了。两会期间咱别玩这事儿，是不是？两会期间咱别玩这事儿。哎呦，我觉得我挺尊重各位的，是吧？哎呀，行，一会儿咱一会儿再说啊。你就看群里就行啊。抱歉啊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确实抱歉，您确实应该抱歉，但没关系。作为家长，这我肯定包含您。希望您对之前发生的事情，在座有四年级的啊，四年半，我们一年级的半年，为这个事情抱歉。咱不敢说学日本鞠个躬，那个扯淡，那个扯淡的话，对吧？咱看实际行动。后边的不管是什么选新的配方啊，什么送饭，当然送饭是最好的啊，我能理解送饭对于学校和老师带来的工作上的压力和困扰，我非常能理解。一年级孩子搞送饭这事确实难，但是这是家长的需要，您必须想办法解决。如果不能解决，让家长相声配餐可以，各位跟着吃吧，各位跟着吃吧，对吧？如果您没这份13块钱饭钱，我全包，这话我撂着，我全包，卖套房我也包咱老师6年的饭钱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卖房解决儿子吃饭，我高兴；卖房把这个天捅破，我一点乐趣都没有。我也想在天津市好好的生活下去。作为一个上门女婿，希望各位包涵我，好吧？说话有不到的地方，希望各位海涵，该录咱也录了，该放咱也放出去。我敢露这个脸，不戴这个口罩，我就做好这个准备了。我成为炮灰没关系，各位的孩子得到好的发展、教育、安全，是我衷心的希望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。行，您讲完了哈。